家搭跨境巴士，有機會見到巴士座位上面安裝咗類似民航客機嘅多功能娛樂系統，乘客可以自選電影、劇集、音樂同其他消閒資訊，仲有網上購物服務添。系統由生產力局同業界合作開發，得到創新科技基金嘅資助。經過項目嘅合作夥伴喺泰國試用之後，進行咗技術升級，最近仲安裝咗喺跨境巴士上面。系統採用咗汽車業專用嘅 MOS 標準，傳輸速度可以達到150 Mbps， 所以簡稱為 MOS50。主機透過無線通訊技術連接雲端伺服器，方便更新系統嘅資料同埋內容。主機同埋電視用光纖電纜連接，數據傳輸速度快而流暢，又唔怕電視干擾。系統採用咗多環技術，一部主機可以駁到幾百部電視。換言之，特別適合安裝喺雙層巴士、鐵路列車同埋遊輪上面嘅。以往 MOS50 最多喺7人車上使用，而我哋呢套系統作為全球第一套喺巴士上應用嘅系統，要將一部主機駁到60部電視，喺研發階段要花咗好多時間去探索技術問題，包括提升系統嘅傳輸速度啦，同埋要確保系統嘅穩定性。而喺市場推廣階段，要得到巴士製造商嘅接受咧，亦都係唔容易嘅。對於我們直通巴士公司來講，這次是一個崭新的嘗試。由於這是一對一的試施，無論在內容、音量，都為乘客帶來更大的自由度，在旅途中帶來更多的娛樂享受。由於吃費不便，乘客都樂於選搭。我们计划再为旗下200多辆巴士全面安装 MOS 的系统，而且可以攒到一些广告费用。我们这个项目当初只有概念，等到研发的时候呢，得到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大力协助，加上创新及科技资金的支持，降低了项目的技术和投资门槛，降低了企业的风险，成功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市场的需求，增强了企业创新的动力。每日来往粤港两地的过境巴士超过3800，巴士上的多功能娱乐系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而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会有更大的商机，三方面都有好处，乘客的体验可以更丰富，巴士公司可以赚取多媒体广告收益，系统开发商有机会升级转型，符合到生产力局为中小企创富增值的策略。